给苏伟，再带出来，再位给 O'Brien。O'Brien 切入要扣。是在持球从三分线上用自己的运球做一个切入单手的炮口。这边复发快攻机会，林书伟跑到最前头，直接上去了。防守李奇伟这个球封得太漂亮了，蒋玉安欧洲步进来了，这个球蒋玉安打得太华丽了，这个欧洲步帮助了周伯勋得分。到了底下彭居渊出手不进，篮底下吴岱豪再拿到，带出来三分外线，啊！解放这个球投进的 logo shot， 解放投进的 logo shot。彭居渊外线又起了这一球，哇！一下 Quincy Davis 直接扣进，哇！这一球真的还蛮夸张的。